拍摄它的一些肖像，然后拍摄一些我平常看到的一些行为，用方便记录。孤瞪，像瞪眼，就像它会把身子探过去之后，哦，需要给它展示吗？模仿状态，就像这样，现在就这个叫，现在就是这个叫，就寻求安慰了，要找他妈妈妈了。我看看，让一下，吃的他不介意。